哈，那一间的面，然后来没有，可以讲超多字好不好？怪头，认真的男怪头力，对啊，你染头发把自己剪好啊？当然不是，快点啊！不要问我头发哎，靠边，你这感觉很像明尊道六号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在巷子那边，合欢呢、喔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在哪里捡的？迷奔到九号。剪头发不应该看别人怎么剪就发展进去跟流行，要配合啊！你看你的发型完全不配合你的脸型，脸型又不配合身形，身形又跟发型完全不搭，而且是极端不配合。欢哥，你究竟要怎么样啊？究竟？岳母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很后悔剪这么一个发型。好，好，你先坐下来，坐下来，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再说一遍。好。那天我一个人在迷灯道溜达，走到了九号，有个胖女人向我挥手，还跟我说：“帅哥，我不能剪个头发。”我就跟着进去了。所以说，便宜莫贪，便宜一定没好货。你现在知道错了吗？我们抓紧时间，快说说那件案子好吗？案发当日，我跟平常一样回到香港会所舞狮。黑蜘蛛，黑蜘蛛。哦，什么是黑蜘蛛？唱首歌吧，小金腿。模仿。小金腿唱首歌。照的。小金腿原来会讲台语啊。不断的拍。真好。张立克。大家突然安静起来。今天的焦点是张立克。